哎，这里什么味儿？哎，这么臭！是我刚才放的屁。啊！讲不讲卫生？没脱就放屁？很正常嘛，人人都放屁。放屁是人体正常的生理过程，人体需要把毒气排泄出去。谁说的？我就不放屁。怪不得你经常打嗝。爸，你给我要个弟弟呗。哎呀，你抓紧写你作业吧。你要是给我要个弟弟，我就和弟弟一起玩，肯定不能缠着你了。你真的想要一个弟弟？真的。你确定想要个弟弟？确定。确定？确定。今天，我田小豆正式拜我儿子为大哥，从今以后，我儿子就是我大哥，能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怎么了，玲玲？你肩膀能借我靠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老公有外遇了。是吗？那你打算离婚吗？但是我总觉得他是爱我的，因为我在他录音窃听里面，我发现他和小三拥抱的时候，总爱喊我的名字。是吗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豪爽。